啦，翻就嚟第二節嘅財經360，咁頭先提過啦，今朝早油價開始升翻上嚟，今屆都啦，琴日開始已經升翻起，咁所以咧預計今日加拿大咧呢一個資源類股比較成分重嘅多倫多綜合指數應該咧會做得唔錯，咁亦都係啦，今朝早上咧歐洲股市三大股指力都反彈翻翻超過2%，咁尋日跌咗超過2%，今日又升超過2%，即係冇做過嘢啦。咁至於日經平均指數咧，今朝早亦都升咗0.7%。係啦，如果你唔好睇琴日啦，如果你睇最近呢個月啊，所有全世界股票市場跌得個調整相當之大嘅。咁咧，如果你話單由我哋北美洲呢度咧，就比較無辜少少，就乜嘢咧？我哋冇乜特別壞嘅新聞嚟點帶動嘅事，我哋即係望住歐洲嗰邊，見到歐羅弱，我哋就跟住跌落嚟咁樣咧。咁變咗跌咗咁多日啦，唔多唔少有少少反彈，呢個係正常化啲嘅。嗱，當然咧，唔係話個市場冇壞消息㗎，都有相當壞消息㗎。好似今日我哋今朝起身嗰陣時候，我睇新聞見到呢個 Pennsylvania 嗰個 state 個 capital 咧 ，Harrisburg 咧，今日會 file Chapter 9 啊，即係算破係 municipality 破產嘅一種嘅。咁即嗱，我哋之前咧，我哋提過美國嘅問題咧，就係佢欠債咁多，嗰啲州啊，同埋嗰啲咁多嗰啲 city 會唔會有破產咧？咁因為我哋見到咧，就我哋知道咧，加州有問題啦 ，Harrisburg 今日 file 個 Chapter 9啦咁樣。但唔係話搞我對成個美國有問題喎，因為點解咧？而家美元啊係全世界嘅唯一嘅reserve currency 啊，美國都可以點印銀紙都得，歐洲冇咗呢個失去咗呢個地位咧，暫時啊佢失去咗呢個地位嗰陣時咧，變咗你美國嘅赤字點大，或者你邊個破產咧，唔會影響到美元，唔會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嘅。話當歐元咧而家出現問題嘅時候，咁當然啦，美金咧根本大家投資者都冇得選擇啦，咁所以咧美國人就算咧再出現問題，咁似乎起上嚟咧，可能影響咧都唔會太大嘅。係啦，冇錯啦。咁今朝早上咧亦都有經濟數據出爐，咁而家即刻同大家分析啦。咁根據咧美國四月份內用品訂單報告顯示，受到飛機的訂單帶動，整體的內用品訂單升了2.9%，報1938億美元，為2008年九月以來的最高水平。例如波音公司上個月其實已經接到34宗777型號的客機訂單，雖然比起三月份接的數量算是低了少少，但仍然算是一個高的水平。但如果去除了運輸部分，今次的內用品訂單反而是意外下跌1%，這個數字都比較令到市場失望，亦都係自過去三個月以嚟嘅第一次。咁啊，對晚咧，我成日拗曬頭啦。點解咧？呢個作為波音係美國最大嘅飛機製造商，佢三月份咧嘅數字仲多過四份，但係內用品訂單咧反而咧升幅達到2.9%。所以我哋唔係讓我哋都明嘅嚇。我哋喺波音嘅呢個西嗰度咧，佢就話喺三月份賣咗43部飛機，然後到四月份跌到34部飛機嚇，賣飛機賣少咗啊。當然佢賣嘅飛機多就少咗，但佢賣貴啲嘅飛機嘅訂單係777嗰只機係貴好多噶，咁你今次人又點 justify 到這個數據增到2.9% 咧？咁我都拗緊頭啊，其實 durable goods number 啊，即係如果你 X 咗唔計呢個 transportation 嗰度咧，嗰只個佢如果一 check 嗰度即係 -1% 啊嘛，啱唔啱？即係個飛機嗰度起咗200几%喎，所以我咧就暫時對呢個數字有相當嘅保留。我睇下佢過下個月啦，得佢再 revise 嗰陣時，睇下會調整到咁樣啦。你唔好睇佢 2.9 啊，因為佢三月份咧，亦都要將佢調低翻，降到係 unchange 啊。如果你一個月嗱三月如果 unchange， 今月起咗 2.9， 其實都係好正常化，就冇乜特別話咩。我見到呢個數據咧，我冇乜特別反應，但個市場亦都唔係話留意呢個數據，因為點解咧？而家個市根本今朝已經起咗嘅嘛，呢個數據出咗，即係個市真係照繼續佢保持翻佢上升咁多，冇乜特別反應。咁即係話咧，算係冇乜驚喜啦。呢個報告亦都咧為市場帶嚟影響有限。咁再嚟咧，關於樓市方面，美國咧今朝早咧公布咗抵押貸款申請報告。由於咧利率接近歷史嘅低位，刺激到咧再融資申請繼續上升，更加咧升到去7个月以嚟嘅高位，亦都係連續3个星期錄得升幅。但係咧相反購買申請咧就繼續停留於13年嘅低位。呢個經過季節性調整之後嘅總申請指數啦，即係包括咗再融資啦同埋購買申請嘅，就升咗11%。但係咧其實主要咧都係受到再融資申請的上升所帶動，而至於四星期移動平均申請就升了4.4%。事實上美國的置業稅務抵免優惠規定了必須要在4月30日之前就要簽曬所有合同，所以咁亦都會令到部分原本是5月又或者過後的銷售提前帶回去到4月份，而家就見到數字有所調整。
整，咁所以呢一啲都唔算出奇嘅。係啦，所以呢個數據冇乜特別新聞嘅，即係佢仍然你將屋美國賣嘅買屋仍然喺個谷底嗰度啊，即係你過咗四月，你睇多一兩個月後啦，但正常化情形下，睇下有冇復甦咯。咁不過咧，同樣咧都係關於樓市方面，今朝早啦，豪華住宅建築商 Toll Brothers 咧今日公布咗第二季度嘅業績，咁受到咧美國聯邦政府嘅稅務優惠帶動 ，Toll Brothers 嘅季度虧損額咧得以減低，由上年咧蝕緊5.2毫子改善到咧每股蝕2.4毫子，同預期咧相符，而收入咧就跌咗超過20%，咁比預期咧遜色咗少少。咁雖然咧美國嘅樓市咧得到政府嘅稅務抵免幫助，咁但係 Toll Brothers 咧喺過去幾個季度咧全部都錄得虧損。咁啊，唔似得咧 D.R. Horton 以及 Lanner 做得咁好噶。咁不過咧，其實咁樣都有得解釋噶，因為咧美國嘅稅務優惠咧，大部分咧都係俾首次置業人士使用，而 Toll 嘅業務咧主要都係集中喺豪華住宅，咁所以咧佢嘅受惠咧算係比較少。咁畢竟咧今次 Toll 嘅虧損額咧都算係大幅減低，算係一個唔錯嘅業績。咁所以亦都刺激到咧 Toll Brothers 嘅股價咧，今朝早喺市前咧一度走高啊。嗱，今朝未開市啊，未有邊係 NASA， 但我就知一樣嘢，而家咧喺個谷底嗰陣時咧。屋價的谷底咧，你就起少就蝕少啲，你越起得多就越蝕得多。其實個個都將嗰個 building new house 嘅 capacity 一路有咁低，撳到咁低嘅，所以蝕少就而家就 strive for 揾到個 bottom 啦，然後啦佢先開始，佢見到經濟復甦啦，你先見到佢生意有好轉嘅。暫時因為我哋未見到咧有復甦，仍然見到市場有咁多嘅全屋量係未賣嘅全屋量咧，所以呢啲屋股票咧係有排都未掂得住㗎。不過如果咧大家對樓市有興趣，特別是美國方面稍後仲會有一個新屋銷售報告，但都是那句，現在庫存量實在高企，就算買得幾多屋的話，它有這麼多 inventory 都未清得到，所以 home builders 類的股票如果大家有投資的話，真的要小心一點。我如果個人的看法，如果在一年至兩年內我們見到屋價美國房屋見到底，就算很幸運了。好，這個時間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廣告回來繼續會有其他財經新聞和大家分析，稍後回來再見。